又一个神曲，大叔不要跑。然后喜欢的哥哥姐姐记得评论、转发、加点赞哦，谢谢。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的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看来心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已经被你彻底磨白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这种惩罚他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呀你说呀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说等到神灯出现就许下三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神曲恰恰恰醒。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看来心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已经对你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啊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这种惩罚他不会被骂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拜托不要看那些你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什么打折？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这种惩罚他不会被骂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好了，唱完了，记得评论、转发、加点赞哦，拜拜。录一个神曲。